黄泉香，没错，剧毒无比的黄泉香，一口下去立刻身亡，保证没有痛苦。 这样，我会被查的。为什么要偷偷回丽江？府里有人要杀我，知道是谁吗？我不太确定，我怀疑是我二叔。不是你二叔，我也不想怀疑他。 但是看看他做了什么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阿爹被他关进的银仙阁，现在幕府之内，他在执掌大权。或许他也是被人误导。武则，不管怎么说，你现在回来了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救出阿爹，夺回兵权，然后再进一步查出谁是真正的凶手。 你说的对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阿爹救出来。你还等什么？杀了这么多人，难道你还想活下去？我怎么解释，你都要杀我，对吧？不是我要杀你。 是你逼我。我死之后，你是继任土司，舍我其谁？成为土司后，你要做什么？发展军备，杀过边境，把司马刺最后的残余力量扫荡干净。不可，没有朝廷将令，不可出兵。我不是反叛，杀过边境。 朝廷也有面子，这是大忌。我们幕府雄兵无数，为什么朝廷始终信任我们？因为我们从不做越矩之事。朝廷不下令，我们不出兵，这是惯例，也是保全我幕府安宁的良策。这良策该改了。魔龙，你这么做是把幕府送上绝路。我会用军功堵上所有人的嘴。你是错的。 是错的，慕容。只有和平，才是保障丽江的繁荣。这些，你不用担心。我真的希望，穆曾真的没死。希望他有朝一日回来，从你手中夺回土司之位。 防止你犯下大错，穆曾如果活着，就说明你和他串通一气，害死阿爹。他回到丽江，我第一个杀他。我会在下面看着你做的一切。你还要说什么？小心你身边。 我被逼到这一步，因为我们身边有一个阴险狡猾的敌人，要把他找出来，不然幕府就完了。最后，你还在挑拨我和属下的关系。
现在解释已经没有用了，对吗？黄泉香只用来刺死家族叛逆，我问心无愧，不会喝。怎么死我自己选。这是我18岁那年成人礼上你送我的礼物。我还给你，从此刻起，你我兄弟的情分一刀两断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阿爹救出来的。你还没说，
你怎么会从战场失踪？还有，这位大师，他是谁啊？多吉，多吉大师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我早就已经死了。穆曾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天在战场外的树林里，我和爷爷遭到了埋伏，身处险境。杜子大人，快跑啊！有埋伏！爷爷，杀出去！是爷爷把我打晕，让高玉龙把我带走。但是我们没跑多远，就被白鬼给追上了。叛徒，究竟为谁卖命？你说我们的骑兵动刀杀你？就是那一刀，让我明白了敌人就藏在幕府之中。然后呢？然后。少爷，葛统领，我和高玉龙都受了重伤，晕倒在荒野里。见了多吉大师，是多吉大师费了不少的心思救了我和高玉龙。我从小学医，本来就是用来救人的。大师，是您救了我的丈夫，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感激。大师，您这是……我早就听说，大战期间，四处难民逃入丽江，是阿勒丘夫人力排众议，施粥送衣，是无数难民逃过一难，我是为死而拜。啊！大师不可，大师不可！这是小事一桩，您是穆曾的救命恩人，怎么能您拜我，应该我拜您才对啊！我救穆曾、高玉龙。只不过两条命，你就拜我？你救了无数难民，这么多条性命，我怎么不能拜你呢？阿勒丘夫人，你有大功德，多吉不及你。没事的，多吉大师就是这样，直性子。穆曾，这之后呢？他们杀你才让你确认，是幕府有人要害你，所以不能回丽江。那你去哪儿了？你还记得我们在金矿遇到的那个穆罗吗？从明天开始，你还是穆罗。段一平这个人已经死了。你还得继续装下去，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。穆曾少爷，天神保佑您幸福安康，长命百岁呀！没想到会是你帮过的那个穆罗。穆罗隐瞒身份，藏在金矿，他和幕府没有任何联系。在那个时候，我能信任的也就只有他了。穆罗，
我明白地告诉你，我逃来你的金矿，是因为幕府有大乱。你留我下来，也可能会害你的性命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如果要我走，我立刻转身就走，绝不怪你。武龙，你敢？葛玉龙，穆洛不曾忘记您的恩情。从今天开始，您这把刀指向哪里，穆洛就冲向哪里。只要穆洛活在世上一天，您就一天安然无恙。你先把卢可多吉大师接过来吧，我不知道你什么决定，不敢带他来冒险。我和高统领在金矿养伤，一直听说这边的事情，伤口好得差不多了，我就和大师回到了丽江。高统领呢？高统领伤重，还不能远行，留在了金矿。那阿虎呢？我是不敢见人，大师又不认识你，我只好冒险带信给阿虎，让他和我在丽江会合。回到丽江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你放心吧，你活着的事我连阿世余都没告诉。现在剩下的就是想办法救出阿爹。你先不要暴露身份，阿爹在银仙阁暂时没有危险，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想办法。二爷，迎仙阁也被大火烧尽，要不要扒开废墟确认尸体？不用了，大火烧尽一切不洁，大哥的灵魂已经飞上了蓝天，别打扰他了。对谁都不要说大哥的罪行，就说他一心求仙，放火自尽了。那夫人和少夫人的事呢？就说是被马匪所害，给大哥留个好名声吧。是。姐姐，姐姐，少爷还活着是吗？太好了，你别说出去啊。放心吧，我明白的。你怎么在这儿等我？哦，我也是刚回来的。你去哪里了？我在跟着一个人。谁？我跟的这个人啊，正犯大错误呢。尤其是穆曾少爷还活着，他闯的这个祸啊，就更大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回头再说吧。我们先进去。慕容大人刚刚回来，叫我们在大殿集合，说是有事要商量。什么事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慕容大人的脸色非常难看，恐怕是出了什么大事儿。走吧。有没有发现他笑里带桃花？谁呀？啊，没什么。怎么就这么几个人啊？没看见穆坤少爷、阿月拉夫人和高世举夫人呢？别说了。有三件事。第一，高世举、阿月拉被马匪袭击，高世举被害，阿月拉昏迷不醒。哪里来的马匪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第二，大哥一心求道，决定焚烧身躯，
以求飞升仙界。今日午间烧毁迎仙阁，他自己也随大火去了。大哥求人得人，大嫂节哀。夫人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第三，明日午时在此大殿，由我接任幕府土司。大人，有件事必须告诉您。母亲死了。谁告诉您的？是你杀了他。他杀死阿爹，杀死高士局，重伤阿月郎，为了权势丧心病狂，所以你杀了他。这种弥天大罪只有一死，我拿黄泉香给他，想让他死得没有痛苦，他不愿意，他自己放火烧了迎仙阁，烧死了自己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愿意喝黄泉香吗？黄泉香是给背叛者用的，他没有背叛，说明他到死也都是无辜的。可高士局死了，阿月拉重伤，这都是事实，证据确凿。你是下一任的新土司吧？到现在您还是相信他？什么时候接任？明天午时。恭喜你，我的儿子。大哥死了，我也伤心。请母亲大人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丽江更加强大。儿子，这个位子你坐不上去。
心大人，请您拭目以待。今天外面天气很好，花都开了。你不是最喜欢这样的天气吗？我是喜欢你，但我不会逼你。喜欢一个人，他却不喜欢你，我不想看见你痛苦的样子。穆坤，只要你能平平安安地回来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我一直都没好好对你，在我心里，我总觉得一直喜欢的是阿乐秋，可是我到现在才明白，你才是一直陪着我、对我最好的女人。醒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醒的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吓我的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和你分开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不想说话？你给我说句话好不好？阿玉拉，你怎么了？你看看我，我是木棍啊，你看看我。你给我说句话好不好，阿玉了，你不要吓唬我，阿玉了，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阿玉了，他醒了，他能听见我说话了，你看看他呀，他睁开眼睛了。穆坤，郎中说，阿玉了的魂魄已经不在他的身体里面了。不。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他明明睁开眼睛了，他能听见我说话了。穆坤，阿玉拉人已经不在了。阿玉拉，阿玉拉，他走了。不，不，我知道他还在，他能听见我说话的。阿月了，阿月了，你说话呀！我知道你还在，我知道你没走。阿月了，阿月了，你听见了就回答我。我是穆坤啊，阿月了。我知道有一句话，从你跟我成亲那天，你就一直在等我说，但我一直都没说，你还是一直在等，等得你心都痛了，等得你心都凉了。阿月了，我爱你，你听见了吗？我爱你。这句话，这句话你等了好久，我现在终于跟你说了。
你听见了吗？我怕我说的太迟了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吗？你回答我。阿秋，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刚才慕容，刚才慕容召集我们，说了一件大事。到底什么大事？接着说。阿拉秋，武泽，武泽，你听完之后一定要冷静。慕容说。说你阿爹的，他求仙得道，把自己烧死在一仙阁了。乱箭从里头熬过来了，我还得怎么会死呢？肯定是假死，他一定是在骗慕容。我阿爹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，他不会死的。我怎么别看，别看。
真是这把刀，这是阿爹送给慕容的礼物。我阿爹不是点火自焚，我阿爹死的时候，慕容在这儿，是慕容杀了我阿爹。 军队里层有人还在不断的走动，告诉你们，要把军队的人都给我看好了，尤其是明天。明天继任大典千万不能出错，一旦出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明白吗？明白。 伤得很重吗？没事儿，他很快就会醒过来。你下手不轻啊！我没办法，我都不敢开口叫住他。慕容的手下要是看见他，他就完了。我只能打晕他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待会儿等他醒来之后，你跟他说吧。他会恨我，恨我阻止他去为阿爹复仇。不。 你是在阻止他送死。他说的没错。武则，你醒了。我当时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阿乐九，你是在救我。 武则，要报仇，不能这么冲动，这等于是自杀。要杀慕容，还得慢慢计划。武则，这件事有可能是另有阴谋，你不要冲动。我阿爹死在他手上，你还说另有阴谋？他杀你阿爹，你就要杀他。 没错，怎么杀？我明天率领矮校部队冲进幕府，诛杀这个逆贼。这一定是送死，幕府有重兵把守，你根本冲不到大殿之内。那我就装成他的护卫，躲在他身边，找机会，我再刺杀他。然后呢？现在慕容掌握雄兵，他一死。 必定爆发大乱，到那个时候生灵涂炭，你不管吗？他杀了我阿爹，我管不了这么多。武僧，我的名字叫多吉，你知道多吉在经文里是什么意思吗？大师，我说的是杀父之仇，您还在跟我说经文。 多吉的意思就是金刚，金刚本意指的是坚固不坏，不为万物所破，乃是世上最刚之意。这坚固不坏，万物不摧，说的不是经文，也不是天神。武僧，这说的是人心呐，哪怕世上。 诸多烦恼哀怨、仇恨、悲伤，都无法动摇人的本心，都不能破坏心底的仁慈。无论何时，别被仇恨蒙蔽心智，犯下无法挽回的大错。
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也要阻止他继任土司之位。可是现在慕容掌控着大军，光靠暗箫根本不可能阻止他。阿勒兄，究竟有多少将官还在举棋不定？不少。我要见他们。不可能，土司继任前夜，军营防备森严，没有调兵令，那些军营的将官是不能随便离开军营的，明白吗？调兵令在谁手里？我赐你生杀大权，如有意外，杀完再报。现在为了土司这个位置，已经死了太多人。你要是醒过来了，我的复仇就完了。对不起。外面顽抗的士兵已经全部缴械了。你和你阿爹都是叛贼。